Gigi bird. Give me the pretty bird. Hi, Gigi. Hello,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鹦鹉妈妈健康屋，我是 Susan。 在上期影片中，我们讲解了如何快速去除皮肤息肉和肉油的自然疗法。本期视频我们要讲解走路运动的12个神奇好处。很多人认为走路不重要，是浪费时间。看完这期影片，可能会改变你的想法，因为伯格医生说，走路运动的好处很多。第一个好处，走路可以大大降低皮质醇，也就是减轻压力。即使你只步行20分钟，你的皮质醇水平也会显著降低。第二个好处，走路可以提高你的创造力，你会更具有创造性的思维。这跟刚刚讲的第一个好处是有关的。当压力大的时候，不会有创造力，不能平静下来，也无法解决问题。长时间走路可以降低压力，身体更加放松，给你更大的空间去看清楚问题，想出解决办法。第三个好处，走路可以提升你的整体情绪，会减少焦虑、抑郁。第四个好处，走路可以增强细胞内的线粒体，很多疾病都与受损的线粒体有关，像癌细胞就是受损的线粒体细胞。长时间散步可以提高线粒体的质量，增加线粒体的数量，线粒体越好，你患疾病的几率就越少。第五个好处，走路可以增加更多种类的微生物菌群，这会提升你的免疫力，消化会变好，身体有更多的能量。第六个好处，走路可以改善增加你的内源性抗氧化剂。内源性是什么意思？内源性是指从你身体内部产生的，换句话说，你的身体会产生抗氧化剂。当你走路的时候，你的体内实际上可以产生更多的抗氧化剂，身体就可以抗氧化，可以帮助对抗自由基，有助于增长寿命，预防很多健康问题。第七个好处，走路可以增加自然杀手细胞。自然杀手细胞属于免疫系统的一部分，可以杀死癌细胞和病毒。第八个好处，走路可以改善胰岛素阻抗，所以如果你有胰岛素阻抗或者有血糖问题，走路可以降低胰岛素阻抗，稳定血糖。走路对糖尿病患者或者糖尿病前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第九个好处，走路可以给你的血液输送更多的氧气到细胞组织。第十个好处，走路可以增加骨头密度。第十一个好处，走路可以消除身体炎症，减少身体僵硬。第十二个好处，走路可以提升视力，因为走路的时候，大脑可以得到更多的氧气，可以保护视网膜。另外，走路可以改善血糖问题，眼睛问题是跟血糖问题有关的，所以走路可以改善视力。以上就是走路运动带来的12个神奇好处。走路也是间歇性断食期间最好的轻运动，所以在生活中养成走路的好习惯，对健康很重要哦。好了，如果本期视频内容有帮助到你，请点赞订阅，并分享给更多的家人和朋友，和鹦鹉妈妈一起变得更加健康，更加美丽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。